扫描你个脑，重建影像冇难度。人脑不嬲都系好神秘又值得研究嘅地方。最近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生物学嘅研究发现，利用脑扫描数据可以构建出一个人睇到嘅影像，甚至细微到估到你见过嘅人嘅样。例如喺街道一日到黑见到咁多人，虽然你唔会特别记住佢哋嘅样，但其实你个脑已经自动做嘢记得咗，只系如果你唔识嗰个人就好难记起咁解。研究者发现，每见到一样嘢，脑部各个区域都会有唔同嘅反应。反复进行测试，建立咗数据库之后，就可以单靠磁力共振扫描脑嘅活动，分析翻人脑曾经见过啲乜。暂时呢项研究仲系喺初步阶段，因为唔同人样之间可以有好细微嘅分别。研究者话，希望第时可以应用喺医学，甚至喺更多范围上，例如用嚟查案等等啦。